小朋友，哇，你看，吃东西没那么重要，玩最重要啊。点心，有炸鸟，有排骨，有烧麦，有牛肉丸。今天喝茶人呢是很多的，爸妈排队排了一个小时，小朋友在那边吵，我现在再不错。喝完早餐我们就来逛街街咯，小朋友说要来逛街街啊，你看一下，小朋友啊不靠谱啊，哥哥姐姐妈咪在前面走，我跟 BB 在后面走，大家姐 ，hello。大家下去了，不要下去了。今天啊，这个 Costco 好多人，哎，天天都是那么多人，太多人了。Hi， 弟弟 ，hello。彩色行车，哎，今天带小朋友出来遛弯呢，今天
阳光灿烂，万里无云。Hello， 老爷子，哇哇，哎哎哎，送快递，送快递的车，走，太太。